来，姐姐，你去找台湾在哪里？台湾在这里。你跟姐姐讲。台湾。好，点点看。China。台湾。台北，台湾。台北。英文听得懂吗？听不太懂的话，我们换成中文的。我听得懂，这个不懂吗？来，贝贝，你再找一下。好好好，姐姐，你要点哪一个？你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这是大陆。北京。13,762万。很大哦。中文。来到人口最。你这个英文。这是什么国家呢？美国一样。啊，这是什么国家？来，弟弟你点点看，我们听听看。哪一个？这个。照的。中国的标志性建筑。来。万里长城。对，他说的在哪里？这里。不是。万里长城在哪一个国家？No， 刚刚他讲的啊 ，China 中国这边。我们来讲一个。澳洲。嗯。澳洲，一本有住过。对，一本的。他住飞。家里在澳洲。他从台湾就飞到这里。真的。我有看过澳洲是不是？那你有看到我们的冲绳吗？有。你去过的冲绳。乱说这里没有，是旁边这个小点点这里。为什么？很小，它超小的。鸭粉。嗯。好玩吗？